欢迎收睇智富点评嘅时间。今朝早已经接通咗嘅嘉宾啦，电话有中国泛海证券投资策略联席董事阮子希噶，早晨啊 ，Harry。早晨啊，思晨。嗱，如果睇翻咧個市，其實近日嚟講咧都真係算唔錯㗎。內險股咧雖然話反彈嘅力度就唔係好夠，但係當中有一隻咧近期走勢相當之靚仔，講緊嘅咧就係中國財險2328啦。今日嚟講暫時股價靠穩升緊四仙啦，最新一步9.95，但係高位咧其實咧都上過10蚊樓上㗎。你點睇呢只股份嘅前景啊？如果股份嚟講咧，當然咧，即係大家近幾排咧都係炒緊咧，佢哋即係幾間龍頭嗰啲財險公司咧，可能會有一個聯盟會成立啊。咁啊，內地有傳媒亦都報出嚟噶啦。咁啊，即係呢個聯盟咧，最主要咧都係講緊咧，就係嚟緊即係本身嗰啲車險咧，或者新造嘅車險咧，個佣金咧可能會 set 咗個上限。咁啊，一路咧你見咧，即係大家唔係好敢買財險或者係其他車險公司咧，最主要就係因為個競爭相當之激烈啊。咁啊，即係你面對住嗰、那個嘅汽車銷售放緩，你個佣金又唔係好收得多嘅話咧，咁大家唔係好敢買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話咧就 set 咗個上限，包括緊即係可能而家嘅即係佣金可能係set 翻做兩成，新做嗰啲車險咧 set 做兩成半嘅話咧，咁減低翻個激烈嘅佣金競爭咧，對於特別係財險咁佢車險龍頭嚟噶嘛，咁啊爭個1-2% 咧，其實對於佢嗰個 quantity 個量咁犀利嘅話咧，個盈利表現會真係大幅地有個反彈嘅。咁所以個股價連日嚟都升都幾多嘅，咁同埋咧，當然咧，即係面對住雖然話即係個風險嚟嘅，即係嗰個嘅汽車銷售唔係咁好啦，咁但係咧佢啱啱發布嘅上半年嘅保費收入咧都叫增加咗成14.2% 嘅，咁啊即係大家都預緊咧佢個經營比率即係叫做平穩底下咧，我會覺得咧即係嚟緊半年咧都有啲業績嘅驚喜咯，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只股份嘅。嗱，既然可以炒啲業績嘅驚喜啦，大家投資者價位上面應該點樣部署咧？因為近日喺250天線都算是企穩的，什麼價位做個買入的部署會比較適合？近幾排佢追得好犀利嘅，我都試過想後低買，因為呢就大家見佢 V 升得咁勁，不如等佢回一回啦。咁但係呢我買嚟買去買唔到，咁我發覺呢如果真係要追呢一陣連埋陣業績呢，其實呢就係、要現價買㗎啦。咁我標呢我就擺咗喺13蚊嘅，咁當然啦，你短線嘅話你可能睇一兩蚊嘅個水位嘅啫，個指蝕價擺返喺8.5呢啲位置。好啊，今日嚟讲咧，暂时估计仍然都系靠稳啦，升幅大约有0.4%，最新咧系报9.99。都要问翻 Harry 本身有冇揸住呢只股票啊？冇啊，买唔到啊，系。好，唔该晒 Harry 今日咁详细嘅分析，提提大家，头先嘉宾讲嘅咧只系个人意见，并唔构成投资推介。如果做相关投资嘅时候咧，记住小心啲，留意风险啦。